这马上要手术了，蔡博士人呢？他回房间了，马上回来。怎么，陈主任还怕他跑了？我是担心他的手，要是真的破伤风了，到时候留给咱们医院的就只剩张照片了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这是我做的手术方案。哟，蔡博士，您这是吃着咸鱼蘸酱油咸的吧？人都过来了，干嘛弄这个呀？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。白小姐，不要低估这次手术的复杂性，这里边都记录着这手术的一些必要步骤和关键点，都是我以往的经验，都是用左手写的，有点难看，但也能看得懂啊。哎呀，真希望自己能动手术啊，这准备了这么久了哈。你看什么呀？看得懂吗？这是医生看的，赶紧准备去啊，快点。白医生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，手一定要稳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开始吧。找到了，蔡医生，你的判断是对的。这胆囊都肿那么大了，难怪呀。蔡博士判断的没错，的确是胆管中的结石，梗阻已经影响到了胆囊肿大，已经严重发炎了。蔡博士，胆囊里也有结石，怎么办啊？割了。割了，蔡博士，这个是人体重要的器官吗？又不是割韭菜，怎么能说割就割呢？这东西都这样，还怎么用啊？废物不除会成祸害的，一刀切，这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蔡博士，你是不是在考虑？陈主任，这是我的手术，我说了算。行，你的手术我不参与。手术刀。准备盘子。蔡博士。行了，哎呀，蔡博士，行了就好。你辛苦了，带伤工作。告诉你好消息，手术很成功，放心吧。啊，哎，他，蔡医生，你找白医生呢？你俩配合的挺默契啊。你不行，他一趟趟来看你；你一行，他立马就走。躺着吧。苏院长，布莱恩先生真的没事了吧？探长，那个致枪伤的郎中找到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
快说，在哪儿？哎，小赵，看到白医生了吗？他好像往那边去了。谢谢。白小姐。蔡博士。辛苦你了，替我完成了手术。哎，我看你手术的能力比起陈主任来一点都不差。哎，恭维的话就不用说了。蔡博士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我觉得你好像认识那帮控制孩子们的流氓。怎么会认识他们呢？我看那天你把他们打倒的时候，他们好像认识你。你是不是记错了呀？蔡博士，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，因为现在警方答应帮我找孩子了，可是没有线索。白小姐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我刚从法国回来，我上哪儿去认识他们呀？再说了，我要是认识他们的话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报警。也是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对不起啊，蔡博士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小东西们，你们听好啊，一会儿我这个橘子啊，扔到谁，谁就给我过来。谁啊？过来，快点快点。谁呀？过来快点。小刺了耳聋了。快点站好。我问你啊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我哦呦，男子汉不讲对吧？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把小姑娘叫过来。好，你过来，快点过来，站好。你不讲我就打他。不要。他叫白姐姐。白姐姐？白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讲一个，你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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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拿出来拿出来。衡山医院啊，好你个马三，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跑。
吴嫂，辛苦啊！您忙，蔡医生，打扫完了，我替您锁门。那就麻烦您了，门我不关了啊！哎，不客气。陶先生，没有特殊的情况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不会随便给您打电话。这两天经过使用降压药，13号的血压已经趋于稳定了，但这一次是肺部感染，听上去好像很严重啊。重度昏迷的病人最怕这样的并发症，我只想知道解决办法。陶先生啊，我看我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。陈主任，这个打算我没有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陶心，这么早有事儿吗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，就是跟您说一声，关于孤儿院的那笔善款，过两天就给您送来。啊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只不过是搭桥铺路而已，有人愿意行善，举手之劳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你搭的这个桥啊，可是救了几百个孩子啊，把他们从苦难的边缘带到希望的彼岸，真是太难能可贵了。孙院长，和你们治病救人相比，我做的不过是表面功夫。哦，对了，孙院长，我听说贵院前几天来了位新医生。陶先生真是消息灵通啊。你指的是蔡礼坤博士吧？听说还是坐船来的。蔡博士啊，是从里昂大学医学院亨利教授，是个高材生，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。亨利教授呢，为人谨慎，德高望重，他的推荐啊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和陈主任比如何？啊，各有所长吧。不过呢，蔡博士还占了一个优势。昨天晚上啊，他成功的给我们的老院长布莱恩先生实施了胆结石的手术，凭借的就是这个优势，勇气。我打陪你走走。啊？你刚来咱们医院，肯定不熟悉。你想去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小婷，你多大了？我再有几天就18岁了。哦，18的姑娘一枝花，正是招蜂引蝶的时候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对象？哎。看刚才那个小姑，她就不错。她，一个连双倍花露水都会买醋的男人，哪个会喜欢她？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？穿西装、油头、皮鞋，住着洋房花园的小开？我又不是交际花，他们那些公子哥我可招惹不起。那洋行的大班？不敢想。可是不光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人也得有情有义。你怎么知道哪个人有情有义？这一条最靠不住了。有情有义的人很多呀，就像白小姐的丈夫陈先生那样的。就是相信贵院的能力，我也不想中途换人，可是更不想这么无限期的等下去。陶先，陈主任当初是你亲自选定的医生，其实啊，任何治疗都是有风险的，况且你这个病人是
中风引起的重度昏迷，再好的医生都不能控制一切。你要换医生，对我们内部的管理也是非常不利的。这一切是有些过分了，但是能力是需要证明的。就像孤儿院的善款，我既然有能力给您筹到，就有能力随时全部都拿走。苏院长，您找我？啊，没有啊。啊，苏院长，是我请蔡博士过来的，想认识一下。蔡博士，您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手受伤了。啊，蔡博士，这位是美国花旗制药远东总代理陶成凯先生。啊，陶先生，您好。蔡博士，我听说你刚刚回国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了。治病救人嘛，哪有调时间的呀？一切以病人的需要为准。这话说得好，蔡博士啊，你对深度昏迷病人的肺部感染有什么高见啊？陶先生在考我？没有，是我一个亲戚，由于中风长期昏迷，最近又突发肺部感染，我也是病急乱投医，想请问蔡博士有什么高见？蔡博士啊，陶先有个亲戚在我们医院啊治疗多日了。本来呢，陈主任是主治大夫，陶先跟我提出来说，你是不是愿意加入治疗？陶先生，这陈主任啊是我们医院的主任医生，医院头牌啊，他治疗的病人一向是有准的。如果他都没办法的话，那我肯定也是没戏了。医院头牌，蔡博士，您过谦了吧？我听说在布莱恩的治疗上，您的判断是对的。这样，我给您打个比方啊，这治疗布莱恩先生啊，他就像是杀鸡。陈主任把毛都退干净了，我才能看得清哪儿是脖子，哪儿是筋，这才一刀下去。这动刀是简单的呀，难的是退毛的过程。蔡博士果然是风趣的，说起话来言语通透，百无禁忌。看来日后我少不了麻烦蔡博士。哎，这治病救人嘛，是我的分内之事，也谈不上麻烦。但如果是其他的事情啊，我就真的是一窍不通了，这帮不上忙，更谈不上麻烦了。紧迫的问题啊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就在十二天前，
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遭到敌人破获，和这个联络站有联系的同志们为此紧急撤离上海，其中就有之前一直联系落实蔡李坤回国的那个领导。没有他，谁都无法和法国的同志取得联系。是这样啊，您昨天跟我说的那个设想，组织上已经研究过了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很难下决心。让韩城同志转移到衡山医院去治疗，风险太大。现在党务调查处特务已经在那儿布局了。你说的这个问题，昨天回来我也考虑过，把韩城留在同济医院治疗，我们只能束手无策，等待事态的发展。现在是巡捕在看守韩城，我估计啊，他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，否则的话，他就该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了。这些年，凡是事关所谓的政治暗示，租界工部局都会立刻把皮球踢给国民党。韩城入住衡山医院，如果他没有苏醒，他就是位普通的患者，不会引起党务调查处的特别注意。如果苏醒过来，身体上没有留下瘫痪、痴呆这一类的后遗症，那他反过来可以协助齐兴建和小张的工作。回去以后，我力争让领导也同意你的设想。那么，用什么方法来转移韩城？爵弟啊，就这样安排吧。这份清单啊，你去交给蔡博士。苏院长，这个单子上只有东区的几个轻微病例，蔡博士会不会多想啊？他刚来，要熟悉院内的情况啊，需要时日，会理解的。喂。哦，白会长马上到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决定。去见见白会长。你们聊正事，我再也不方便，我先走了。他毕竟是你父亲吧？再说了，筹建孤儿院也是公事，你听听也好啊。您不是说善款已经到位了吗？决定，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有意外的。目前善款啊也有一些问题，筹建孤儿院如果能得到中华医学会和工部局的支持，那就简单多了。你父亲作为中华医学会的会长，还是工部局的华人董事，他的话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。决定，白会长是你的父亲，在你的问题上他有一点自己的立场，完全可以理解啊，你为什么要恨他呢？苏院长，如果善款真的有问题，我可以自己想办法，但是有些事是不可以用来交易的。决定。哎，慢点慢点。哎哎哎哎，还是那个样子。哎，会长您过奖。你好啊，苏院长。白会长您好您好。白会长您好，你看看你总是这么突然，让我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。我就是不让你们准备的，随便来看看。会长每次出行都这样的清楚简行，真乃政界的楷模，令我等衡山主理呢。啊，会长，我已经亲自派人去找了，马上就来啊。白会长跟我来。蔡医生，这次你可走不了了。不太擅长跟政客打交道。白会长可不仅仅是政客，还是我们衡山医院董事会的会长呢。出钱呢。
请允许我代表衡山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，欢迎我们今天的贵宾，白文成白会长莅临我院。哎呀，我记得有两句诗写得很好啊，鸿鹄壮志，展鲲鹏，衡山辉煌，有文成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陈元啊，都是自家人，不用那么客套。坐坐坐。哎，这位老弟很面生啊。忘了介绍了，这位就是从法国回来的蔡礼坤博士。哦，哎呀，蔡博士想必也是出身名门世家吧？啊，只是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人家，世代书香，家境还算是宽裕。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呢，考上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，毕业之后又保送到了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。夫人是做什么的？啊，她也是一名医生，不过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哎呀，实在是可惜呀，会长。哦，怎么了？哦，会长，之前的欢迎会上，蔡博士可有一番高论了，可惜您没听着。蔡博士不愧是留洋归来呀，这见解和视野非一般人能所及。蔡博士，方便的话，我倒很想听听你的高见呢。我呢就是随口一说。不不不，你不用客气，你们年轻的见解我们还是要虚心倾听的。崔院长，你说实话。那我就说两句。刚才白会长表扬我说我放着法国不待，非要回来。说实话，我心底里是不愿意回来。如今中国的现状能叫世道？各位，衡山医院不是中国，放眼中国，穷的穷死，富的富死，撑的撑死，饿的饿死。当然，这不是我们医生能改变的现状，但救死扶伤你救不完。你这边救起了一个，那边倒下的比你救起来的多多了。可是，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我不是街头流氓，也不是百乐门的舞女，我是一名医生，更是一个中国人。刚才白会长所说提升我四万万同胞之体健，我大中华之体健，说实话我没敢想过，我只想通过行医治病，让多一个好人活下来，让中国人少受一分痛苦折磨。我希望中国的未来。讲得好啊，蔡博士身上没有我们这些个文人矫揉造作之气，一生坦然，卓越一小，放言语大，真可谓有识之士啊。苏院长，我今天来还有一件私事想拜托您和医院。哎呦，白会长您别客气了，请讲。安徽号游轮上的枪战，想必您一定有所耳闻吧？啊，知道。哦，蔡博士就从那艘船上下来的。哦，枪战发生的时候我在甲板的另一边，
我只听到了枪声，但没有亲眼见到。六死五伤啊，很是惨烈。哦，其中伤势最重的那个中年人被送到了同济医院去抢救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不过我听说脱离了生命危险。白会长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韩城，你认识他吗？哦，不认识。我在船上确实结识了几位乘客，但是没有叫这个。我想把韩城转到衡山医院来治疗。啊，白会长，其实同济医院各方。我失陪一下啊，坐坐坐。陈主任啊，诗做的不错，我敬您一杯。啊，相互学习嘛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方便一下啊。这陈氏美声还不好。来了，尤里，白会长，你有事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怎么做，你才肯回去看看呢？在这儿挺好的，可哪是你的家呀？妈妈很想你，这些日子身体一直不舒服。妈妈是老毛病了，我会经常给她打电话的。难道你就忍心永远都不回去看看我们？人都会老的，反而那些去世的人可以永远年轻，这也算是一种公平吧。不说你也知道，你能够留在衡山医院，那完全是苏院长看在我的面上。苏院长已经很照顾老朋友了，我可以让你随时离开这儿。上海所有医院都听你的吗？大不了我可以走。九儿里，妈妈承认之前都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白会长，您还是离开吧。老大，老大，我去问过了，怎么样？马天明在吗？不知道。笨蛋，你一次让我自己去啊！不过，我弄到了这个。说来也巧了，那个医院的锅炉工啊，叫老吴，是聚财堂赌馆的常客。我问他要的，
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那个医院好像最近新来了个医生，叫蔡。蔡。蔡什么？忘了。你个蠢货！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他好像还说那个蔡医生啊，跟那白小姐走得很近。其他的，好像就没说了。新来的。